好多人都称两岁是宝宝人生中第一个叛逆期。在美国，三岁以下的孩子叫做 toddler baby infant， 三岁以上的孩子叫做 kid。 分水岭其实就是两岁这个过渡期，代表孩子从幼儿婴儿登大人变成儿童的重要进程。虽然很难搞，但此时此刻都是最好的机会教育，让宝宝可以在这个时期培养良好的 EQ， 学习抒发自己的情绪，学习表达自己的愤怒与哀伤。敬请锁定周日晚7:15预儿台的健康好 Easy， 健康有利 Easy 执行，麻烦两岁就应该这样办。